嗨，各位小朋友，今天我们来拆开小猪佩奇的新玩具。我们把玩具拿出来吧。这是佩奇的游乐场玩具。佩奇正坐在木马上玩耍。我们还有佩奇的爸爸，猪爸爸也坐在木马上。我们还有佩奇的弟弟乔治，乔治也坐在木马上玩耍。我们再让他们转起来吧。我们还有一个兔小姐的新玩具，我们把它也拆开吧。这辆是兔小姐的直升飞机，我们再把兔小姐拿出来。这是兔小姐，兔小姐是飞机的机长。我们让兔小姐来驾驶这辆直升飞机吧。这是小猪佩奇，我们让佩奇坐兔小姐的飞机回家吧。我们再让佩奇下飞机吧。我们让佩奇上去二楼休息一下。